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大家好，歡迎收睇《大戰》，我係沙比。上集啦，我哋開始講散兵啦，講到呢個美軍呢個空降師，講完係82空降師啊。大家翻去有冇睇到我即係叫嚟睇嗰個雷霆戰，係咪雷霆戰兵？係啦，雷霆戰兵講82空降師嗰個電影咧。其實呢個電影都真係唔係好耐，70多分鐘咁上下，即係個零鐘頭嘅啫。咁我即係希望大家翻去睇下。咁我講雙波本身揾啊，今集要講呢個101空降師，都想揾翻啲電影。咁就我揾唔到有嘅，即係我想講101空降師，即係電影方面咧，直情係講呢個電影同埋仲要係二戰嘅。咁但係我揾唔到。其實我都見過係有101空降師嘅劇集嚟嘅，咁就係美國啲劇集嚟嘅，咁其實都有啲即係啲巴打喺 Facebook 嗰度都提過啊，有呢套咁嘅嘢喎，咁但係我覺得長期追啲劇咁就好似耐啲，咁同埋我想就係想講101空降師講係電影，咁啊揾唔到，咁就不過唔緊要咯，咁呢啲可以即係我講啦，咁即係講翻101空降師佢哋嗰個即係當其時嗰個情況點啦。上集我都有開始講第82空降師，咁82空降師其實基本上喺個成個猶他灘與失堡之間啦，嗰段地段啦，咁其實就係北邊咧。地區以劃分一個圈圈嚟講咧，北些少嗰個咧就由82空降師負責，南邊少少嘅咧就由101空降師負責。咁其實都有個可以地圖有得睇嘅，我哋可以去上。嗱呢度可以收埋我樣，因為呢啲相度可能都會細啲。可以收埋個樣，放大張相佢，咁就易睇啲。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個呢段，即係呢扎圖啦。可以放大張相喎。呢度嗱成個嗱呢魚又得嗱呢度咧就係呢個燈尖嘴指住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海軍登陸嘅海軍登陸，即係美國啦，就登陸猶他灘嗰邊嘅軍隊上嚟呢度沿岸，呢啲紅色一點點咧，可以見到其實就係呢個喺猶他灘頭嘅德軍嘅堡壘同埋佢嘅陣地咯。咁見到呢度有啲虛線，呢啲藍色嘅圈捆住咧，就係呢個美國空降師降嘅地方。上集我講嘅82空降師其實就係呢個圈圈啦。他們要攻取的地方和 要完成任務的橋梁，包括有些炮兵，這個炮兵陣地，要拿了這塊地方，中間有些橋梁和通道都要拿了去。上一集他是這裡，這裡有條橋，這裡有條河，上次我都說到這裡有條河，中間的橋梁他們都攻取了拿了的地方，和中間這個很重要的你可以叫堡壘或要塞的地方，他們82空降師真的可以完成到個任務。大家看到箭嘴指著這個位置，這裡有個箭嘴少少指著這個位置，可以我拉在箭嘴旁，看到其實上面
其實中間條虛線就寫住啦，82跟住交叉交叉下邊101，咁其實上邊嗰個圈圈咧就係82空降師負責嘅，咁而家圈圈下邊呢個咧就係101空降師負責噶。咁喺呢個油灘灘成笪地方上邊，當然上面就失保咯。咁下邊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卡朗坦，嗱佔咗指住呢個地方就係卡朗坦，即係比較上。大啲嘅城鎮或者叫做城市啦，咁佢哋101空降師就喺呢笪地方裏邊要包括搶奪一陣地啦。咁其實佢嘅任務之一咧，其中一個任務咧就係要攞呢個101空降師就要攞重要嘅地方，其實就係攞呢個杜弗河啊。杜弗河上邊嘅橋梁同埋啲渡口嘅地方，咁杜弗河喺邊咧？杜弗河一佔，大家見唔見到呢一條咁嘅嘢就係杜弗河啦。呢度有啲河啊，有啲橋啊，有啲頭先我講個渡口嘅地方。咁下邊係卡朗坦嚟嘅，所以你佢哋呢度嘅任務特別重要。咁講一陣會再翻嚟呢個地圖喎。咁講101空降師，咁就開始講下啲任務同埋啲主要人物啦。咁101空降師，我上次都有俾過大家睇佢張相啊。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個標誌。我睇佢啲譯名咧，中文咧叫呼啸之鷹。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好似咆哮山莊譯做呼啸山莊嘅話，咁即係應該係咆哮之鷹啦。即係有個咁嘅愛好啦。咁講呢個101空降師。咁當其時大頭人物係邊個咧？即係呢個101空降師嘅師長係邊個咧？就係呢位啦，就係呢個泰萊少將啦。泰萊少將佢都有一段佢嘅經歷都幾特別嘅。因為1937年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呢個盧溝橋事變之前嗰段時間，咁其實即係中國已經同日本都叫做即係盧溝橋事件前後嗰時，佢都叫開緊戰啦。咁其實呢個泰萊少將當其時，原來如果大家有記得或者認知嘅話，其實咧就泰萊少將咧，佢原來做咗一個人嘅助理。咁嗰個邊個咧？嗰個就係史迪威將軍。即係日後正式呢個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咁中國戰區個最高統帥咁就係蔣介石啦。咁佢身邊個總參謀長咧就係美國佬派過嚟啊，嗰個就係史迪威將軍。咁當然佢兩個唔啱雅嘅，成日喺度啊～暗地裏都互片啊！咁史迪威將軍隔離一個啦，嗰個助理就係而家呢個見圖中呢個泰萊少將。泰萊少將咁，但係佢喺佢史迪威將軍身邊做得唔係太耐。咁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啦，咁佢就有調咗翻去美洲翻嗰邊幫即係叫幫手，同埋都要收集繼續去。佢本身就喺西點軍校出嚟嘅，不過就之後再喺呢個陸軍軍事學院再進修一下啦。咁後期咧，到後期中國戰場啦開始呢個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啦，咁史迪威將軍做呢個當其時嗰個中國戰區嘅總參謀長。咁其實佢係想要個人翻嚟，想要批人翻嚟幫手啊。名單裏邊有點樣要阿泰萊翻嚟幫手？不過當其時啊，呢個美軍個陸軍總參謀長咧，馬歇爾咧，喺個成扎提拔嘅新人之中，當然其中一個就包括阿泰萊少將，但係佢就冇將阿泰萊少將，唯一一個唔將泰萊少將就派過去俾阿史迪威，即係史迪威要求名單裏邊又唔拎佢翻去，咁點解咧？原來佢覺得翻去中國戰場咧，因為美軍嗰邊咧就唔多，即係美軍喺中國戰場嗰度唔多佢啲軍隊喺度，即係大概意思就係嘥咗佢。咁首先第一陣咧就派咗佢翻去派。去過歐洲戰場啦，即係我諗佢哋已經度緊一個從當衰質嗰陣時係啱射一年啦，咁即係度緊啦一個好重要嘅即未度呢個霸王行動之前，有時入侵西西里島啊，其他唔同嘅戰爭，所以佢送佢翻去呢個歐洲戰場。咁佢嗰陣時開已經升到係上校，咁啊其實喺諾曼第登陸之前咧，佢已經係做過呢個82空降師，即係跟翻我哋上一集講嗰陣時係李奇威少將嗰時候，其實已經跟過李奇威少將嗰陣時係做82空降師嘅副師長。咁到呢個諾曼第登陸嗰陣時候，點解會變咗做一個做咗101空降師嘅師長咧？即係由82空降師副師長調咗過101空降師嘅師長，就原來。
就原來是即係臨訓嘅練期間咧，即係喺浪漫帝前啦，佢哋都做開一啲做啲訓練。喺訓練嗰陣時候咧，嗰陣當其時嘅師長咧，101嘅師空降師嘅師長咧就暈低咗，即係訓練期間就暈咗。原來發覺佢有好嚴重嘅心臟病，咁冇辦法啦，就揾人頂上啦。咁馬歇爾咧，即係佢個你可以叫恩師都得嘅，就將呢個泰萊少將就推薦俾艾森蒙，佢話揾佢做啦，點啊？咁一做咗101空降師嘅師長啦，咁隔離82空降師，嗰陣時佢跟李奇威，即跟住李奇威，而家大家嗰個職位就一樣。咁當其時佢係40多歲嘅啫，大概42、43歲到啦。嗰陣時泰萊少將啊，去到少將嘅位，咁當其時佢都做到101空降師，而101空降師當其時做唔同嘅訓練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泰萊少將做咗幾樣做咗兩樣嘢，不過包括啦，就對於呢個空降師其實有好大嘅作用咧。訓練期間佢做咗都有幾個改動。第一係將佢哋啲空降期間啲散兵啲繩咧，即係佢身邊嗰啲捆住嚟啲繩咧，整翻有啲夜光嘅色彩啦。咁有時候可能我都覺得會唔會俾敵軍睇會易啲，但係有時落嚟嗰陣時候咧，可能有啲做照明效果，幫下佢自己都可以。咁另外第二點一個好重要嘅改動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關鍵嚟嘅。佢係點做呢？原來泰萊少將咧，佢就佢覺得夜晚喎，夜晚作戰，我哋一落到去，如果夜晚黑嘅話，有人行過嚟，你點知係自己有定係敵軍啫，德軍啫？咁第一突然間夜晚見到人，咁個個戰爭期間啲人落嚟，咁啊梗係舉住槍嚟咁掃啦。咁點咧？泰萊少將諗咗一樣嘢，佢哋喺美國本土度咧就揾咗啲好似類似有啲可以發出蟋蟀叫聲嘅玩具，咁咧就每一個散兵都裝備呢個玩具。咁如果佢哋一覺夜晚一散兵一落嗰陣時候，你知散兵一落嗰陣時候，我上呢兩集都講過，散兵落嚟嗰陣時候咧，就因為大風嗰陣時大風好，同埋基於你嘅德軍個炮火。全部呢、這個運輸機放啲散兵落嚟嗰時候，地區散到亂曬，跟住可以吹到落到嚟，又俾啲風吹到散曬，唔同成幾即係每一個師啦，就以101空降師嚟講，第一陣落咗成落咗6000人到咯，吹到散曬。最勁嗰個團長或者師團長營長加加埋埋最勁嗰個，我睇翻啲資料，其實都係湊到幾百人出嚟。咁吹到散曬，如果落到夜晚。佢凌晨12點之後出動，即使當個朝頭早，如果先天光，有6個鐘頭夜晚冇黑，咁點算咧？咁佢就用咗樣，就係用嗰個蟋蟀叫聲嗰個玩具咧，裝喺啲散兵嘅即係裝喺俾啲散兵度啦。夜晚一落到一降咗落去之後咧，只要佢一見到啲即係見到一個人咧，佢哋就用啲玩具撳啲蟋蟀，撳啲類似有蟋蟀叫聲出嚟，一聽到知自己有啦，然之後就一齊咁聚合埋一齊啦。咁呢個就係泰萊少將嘅幾特別嘅，即係幾好嘅貢獻嚟咁。咁同埋佢都俾馬歇爾。即係俾馬歇爾好賞識咁，佢可能都好後生，上到少將兼咗做101空降師師長。但係佢嘅人好犀利嘅，咁佢作為101空降師嘅師長咧，佢跟住101空降師過咗去我哋可以去呢、這個去翻頭先嗰張相啦，即係落翻呢度呢一大地方去降落啦。佢自己咧就係第一個跳出呢個運輸機。第一個落去嘅散兵嚟嘅，即係其他師我唔知啊，其他三個空降師唔知咯，但係其他兩個空降師唔知啊，101空降師咧就係佢第一個跳落去嘅，即係由機咁跳落去咯。咁101空降師咧就分開咗三個團啦，501、502同埋506。506大家有印象啊？我上幾集都有講過，506就係諾曼第登。這個雷霆救兵套電影裏面 Tom Hanks 他們班人小組要救那個年輕人 Ryan 那個團就在506那裡的，那他這個這三個團他就有分了成6000多人，然後就400多架運輸機就在
呢四百幾架運輸機就喺呢笪地方度放曬佢哋呢一站落嚟咯，咁就要執行佢啲任務咯。咁喺以第501團嚟講咧，咁佢哋個任務咧就最主要任務咧就係要攞到呢、這個杜弗河沿呢條河一帶裏邊嘅橋梁。咁其實分咗幾個團嘅，有幾個團唔同嘅工作，但係有啲團咧，特別第一個團咧，咁就即係好唔好彩啊！其實降落咗喺啲德軍啦，即係呢扎地方。但降落咗喺德軍有啲上線，我哋都有啲陣地，其實都有啲要塞嘅地方。其實降落咗喺啲德軍嘅防守陣地裏邊咧，咁就死傷慘重嘅。令到啦就係無論係啲團長同埋營長同埋啲連長，全部都死曬。即係有啲死剩嘅都可能俾人俘虜。結果咧，當其時有個團長去帶領啦，即係執翻百幾人啊！執翻百幾人嘅士兵之後，由個團長帶領就攞咗卡朗坦附近有啲水有個水壩攞咗佢之後，咁但係當中其實都好有問題，因為佢始終兵力都唔夠啦，又有喺附近喺個要塞德軍要塞附近，咁點算咧？咁就好彩呢個團長又咁喺咁多個空降師團裏邊咧，佢係唯一一個好彩嘅咧，原來佢當其時嘅身邊有個即係啲電信聯絡員咧，都聯絡到呢個海灘，即係呢個灘頭上邊其中一個其中一隻艦嘅，即係昆西號，有一隻艦嘅叫做翼嗰度就叫昆西號，就可以建立到嗰個聯繫。咁昆西號就喺附近啦，咁可以以佢嘅炮火可以射到嚟呢度，佢哋真係好彩。即係可以射到嚟，射到嚟佢哋101空降師嗰個附近個地方，咁整到曬標武就，咁都頂得住幾下，咁可以摧毀咗德軍些少陣地。但係有陣時因為始終兵力唔夠啦，咁有陣時只要摧毀咗佢啲橋梁，咁有個定點方向啊嘛，有咗個位，咁而個射程又啱好咗，可以起碼做第一樣嘢，摧毀啲橋梁先，起碼唔好俾德軍可以咁易上嚟增援到。咁另外其他有啲第二型啊，或者第三型，其實都因為太少兵，所以咧都好難做到佢哋本身去佔領唔同地方嘅，即係啲橋梁同埋要塞任務。咁唯有有陣時候有啲類似好似第三型咁，唯有只要見到啲橋梁就炸咗佢，同埋有啲特別啲嘅通道咧。即係當其時有攤頭上嚟嗰啲美軍啦，咁佢哋有啲通道，其中有一個就係第一號嗰個通道都俾，其實都其中一營都攞到，咁都算係好彩嘅。另外我講一個就係第506團啦，呢個團就係我就係講啦，阿 Y 人佢係電影裏邊阿 Y 人要嘅團啦。咁其實佢哋嘅任務要攞兩邊嘅通道啦，有兩叫一號同二號通道，咁呢度其實顯示唔到。咁我都抄過一二號通道係邊嘅就到。都揾唔到嘅，咁其實係呢一紮地方嚟咁，一二號通道咁，我自己睇就係呢啲啦，呢啲咁嘅通道過嚟嘅話，其實就係好易上嚟。呢啲嚟佔咗喺度，咁其實如果無論登陸又好，或者入德軍嘅防守，其實喺呢咁嘅通道一上嚟就好易一路咁貫穿曬。咁佢哋即係其中任務就要攞一同二號通道啦。咁包括其實附近有啲橋梁都要炸咗佢嘅。咁炸咗呢啲咁嘅橋梁，到時上嚟嘅德軍即係如果盟軍上嚟嗰啲二島，咁後邊人俾人哋喺外圍卡朗坦啲德軍過嚟增援啲橋梁就炸咗佢。咁其實就呢啲又做得好足咧，起碼完成到呢啲任務令。到可以切斷到這個德軍的聯繫先，但其實佢哋呢個團即係無論呢個團話頭先我講嘅成個101空降師，佢哋有一個好弊嘅地方係咩咧？就因為滑翔機當運輸機同埋落嚟嗰陣時候，呢一大地方嘅時候，因為受到德軍嘅炮火攻得太犀利，同埋大風啦，咁101空降師就降落咗喺呢個32公里乘呢個24公里地方，咁個範圍都係好大。咁其實第506團落到嚟之後咧，其實佢哋有81架運輸機落嚟啦，咁淨係得10架運輸機啦，降落到嚟嘅人喺指定地區落到嚟，咁其實係非常之嚴重。81裏邊得10團，即係基本上8%嘅人可以喺指定地方落到嚟。咁其中有一個營咧，淨可以召集到幾十人，然之後。佢即係召集到幾十人啦，咁去其他地方啦，咁冇辦法有陣時啲佢哋唯一做嘅樣嘢就係
506屯的地方，他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可以炸了桥，因为有些占领的地方始终完全够，其实真的不够人，那就唯有这样做，没办法。那其实刚才也讲了一件事，就是有时候 有好有不好，刚才我讲说那么大风吹走了那些机都偏离了，那反而有一件事好就是什么呢，他们偏离了有些，我不是全部，有些因为原来呢101空降师负责的地方，其实有些地方是一个 很大的平原来的，这些平原呢即是你会降落德军都会想到，有些 德军其实在这些平原地方就摆了很多德军的防空设施和那些反滑翔机的木桩，有些木桩之外还有德军其实的炮火附近，其实原来大风或者其他的偏离了有个好处，就是原来有很大量的散兵呢没有在这些平原降落到，也都是减少了这个其中一些即好减少了些伤亡，反而是另一个好处来的。但是雖然就是這樣，大家散落之後其實透過之前的訓練好都聚集到，有時有些營都可以聚集到，營可以聚集到百多人，跟著團長都可以佔領到任務，就是最基本的炸了橋，還有有些上面有我上次講的很重要的要塞82空降師做到要塞都佔領到，其實就有不同 的任務都是完成到成功了，都可以要做即合格的，可以做到。另外我睇一度，我係去另外一張相睇一個人係邊，又睇一個人啦。咁呢個係邊個咧？呢、這個叫做 Chapwell， 佢英文名叫 Chapwell。原來咧佢係當年101空降師嘅電信聯絡員嚟嘅。咁佢當其時有自己有回憶下當其時佢哋佢今年呢就上年就90歲，佢報道接受報道嗰時訪問2014年，佢上年90歲，今年呢91歲㗎。佢接受訪問嗰時候講返佢回憶返佢喺101空降師嗰當時啲嘢呢，佢落到嚟喺時候啲地方呢佢落到嚟嗰嘢呢，咁有陣時俾其中一個位俾啲即係自己被擊中咗，喺一個位擊中咗，咁醒返嘅時候得翻佢自己一個人啦，佢話就其他嗰啲人咧抌低咗佢走咗去，咁有陣時我講可能啲人以為佢都可能死咗，或者已經喺隔離都拉佢唔走咁樣，咁冇辦法都自己走咗去，但係佢好彩冇被俘虜到嘅，咁最後佢喺零空降師度啦，咁喺附近佢應該係撞到第八，我睇邊嘢佢講，佢應該同埋82空降師就遇到82空降師就咁啊就可以走一甩啦，咁佢都有描述到佢喺呢個戰場上邊見到啲死屍有幾大，即係有啲地方啲死屍堆到一疊疊咁樣，你諗下落到去嗰攤。即係落到去同德軍肉搏都好犀利嘅。咁喺呢個當呢個諾曼帝登陸咗之後咧，成功登陸之後咧，咁佢作為呢個空降師一個電信聯絡員啦，咁佢哋個部隊咧就冇再跟住呢個大軍直入內陸啊。佢話，因為可能係入咗內陸之後，佢哋散兵嘅工作都完成咗，所以佢哋下一個任務咧，即係包括佢自己咧，就派咗去呢、這個亞洲區啊，包括喺呢個新幾內亞附近咧，就做其他工作去對付日軍，都係跟隨住呢個散兵。咁即係佢都講解到呢個其中一邊咁嘅工作啦，咁呢個Chapwell 佢對自己都有回憶翻當其時即係唔同嘅嘢啦。咁點解佢會用隻手揸住兩件衫咧？咁其實原來都有一段故嘅。咁我可能佢覺得佢唔開心，因為當其時喺原來佢咧係一個勳章都冇嘅，當其時啊，咁喺2006年嘅時候咧，因為身體健康嘅問題，咁就去要 check 啦。有陣時陸軍部先查佢，好似冇乜佢特別有關於佢嘅資料，咁先原來話可能當其時有啲資料散亂啦，完全冇記錄到佢呢位軍人嘅資料。咁其實佢都講話自己就話可能一個普通電信聯絡員，佢喺戰場上邊佢都冇曬個人嘅。咁一個咁嘅電信聯絡員，可能冇乜人理佢啦。咁當其時可能打仗咁亂啊，咁都冇人記低曬佢啲資料。咁但係呢啲始終一個咁嘅軍人啦，咁都要揾翻佢啲資料啲嘢。咁就喺佢喺06年睇醫生之後，咁開始陸軍部都發覺呢樣嘢。過咗幾年之後，其實都頒翻咗14個勳章俾佢，但係佢呢個上年接受訪問嗰時候，佢攞住兩件衫，佢自己講話點解佢唔著咧？佢話呢啲佢自己話可能呢啲都係軍事裝飾嚟嘅，佢自己都唔想再著上呢件著上呢衫上邊，咁亦都講話
即係二次大戰又好，話當其時呢樣嘢佢都有回憶咯，好重要。但係有陣時佢都唔想再有呢啲嘢發生。咁呢啲真係好應該嘅，唔通成日好多人好想呢啲戰事再發生咩？咁我再睇下其他相咧。呢張咧就係101空降師出征之前咧，就艾森蒙啊。黑色三個位啊，黑色光嚟佔住呢位就艾森蒙，即係去勞軍或者叫做古麗亞士氣咯。另外再俾睇大家另外幾張相先，咁呢張就係阿泰萊少將當其時帶兵出征之前嗰時影低嗰張相嚟啦，自己做第一個空降師跳落去啦。咁呢、這個成個呢個空降師嘅今集其實都講完，咁其實係。總體你上嚟講咧，以艾森蒙嘅講法都係，總體上嚟講其實真係成功嘅。咁當然之前有好多唔同嘅偽裝戰啦，包括我哋之前成好大規模嘅偽裝戰啦，即係令德軍嗰個鬆嗰個意識都鬆懈咗嘅。咁意識鬆懈之後，同埋有個戰前好多唔同嘅訓練，包括就係泰萊少將佢用嗰啲即係蟋蟀嗰啲叫聲可以分辨到，但係自己又我哋都準備翻嚟我嗰度啦。咁包括就係、是、即係泰萊少將啦，嗱一件就係佢用啲蟋蟀嗰啲裝備。咁其實仲有戰前嗰啲訓練啊，點樣空降師跳落嚟啊，最重要就係點樣去集合翻我哋班一齊我哋班士兵可以揾翻大家啊嘛。咁呢啲有唔同嘅嘢就可以做得叫做 OK 啦，即係起碼令到佢最基本的任務都成功。但其實有都發現咗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係啲問題嘅。咁其中有幾種就係、是、訓練就好足，但係原來好多地方有時都好那個之前有啲叫做偵查嗰啲啊，都唔係好掂啊。即係發覺有時德軍啲陣地同埋啲佢哋個防守地方都係好散亂。另外仲有一點就係原來佢哋當其時係唔知道。德軍嘅精鋭嘅第352師原來已經接手咗猶他灘附近一大地方，結果搞到101同埋82空降師真係好鬼慘。呢個第一點啦，即係一個之前嘅偵查就唔係好清晰嘅。另外一樣嘢就係我之前有一集都有講到，每一個師都有一個呢個引導組出嚟，即係洞碌嘢度咁要整嗰啲信號，等呢啲挖牆機同埋運輸機放嘅嘢兵落嚟。咁呢個咧？個引導組出去嘅時間其實係遲咗嘅，所以就令到個時間太緊急啊！引導組同埋呢個散兵之間嘅時間，應該佢哋覺得應該要早啲，咁令到喺時間上個反應都可以快啲咁樣。但係呢樣嘢就又遲咗，冇辦法。其實另外仲有嘢就係佢哋因為我哋講話空降兵有三梯。中間和後勤先放啲坦克、輕型坦克，或者後重型些少裝備。但第一批做即大家落嚟做佔領炸橋梁同埋攻堡類嗰啲士兵，因為火力太弱嘅。當其時德軍雖然就冇啲好重型嗰啲裝甲車喺度咧，但係其實佢要對住佢哋普通啲裝甲師，其實都幾難打。咁本身德軍嘅裝備都唔差咁，咁其實因為火力上面其實都係咁，但係又冇辦法喎。你第一批落嚟嘅，你梗係揸住啲槍嘅話，啲手榴彈冇第二樣嘢咁呢個就我諗佢哋都會計，佢哋會當其時繼續研究點樣可以連埋啲重裝備落嚟，咁佢哋可以用到。但係一風一吹散，我反覺如果呢樣嘢就好難去處理啦。咁另外就係一樣嘢就是信號差，頭先就講過，其中一個團嘅團長先聯絡到呢個美國艦上面幫手，其他就聯絡唔到嘅，好少聯絡到，所以都個情況幾差。差唔多完啦，咁我想即係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喺Facebook 咧就整咗個 page 啦，即係整咗個專頁就係、是、就咁咧就咁寫住大戰嘅啫，咁張相咧。對個人頭相其實就係一個坦克嚟嘅，咁封面相咧就係三巨頭啊，即係丘吉爾啊、羅斯福同埋史達林。咁我整咗 page 出嚟咧，就除咗鋪咗平時啲古今中外啲戰爭嘢之外，有時因為而家就嚟直情係終戰七十年，我而家講大戰呢度二次大戰度，我都係我連灘頭戰都未講到，所以有時候我啲近來啊。關於終戰七十年嗰啲事啊，或者新聞，我都會喺個 page 嗰度講啦，即係可以登落嚟，咁啊，大家可以集中講下啲時間，因為我每日
而家每個星期咧佢半個鐘頭，我而家連落曼底都未講完，所以有陣時候其他唔同嘅資訊或者其他戰爭嗰啲料，甚至乎之前德軍攻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個故事細型，啲唔同打嘅地方嘅故事，我再補充翻啲資料上邊，咁大家可以去呢、這個、Facebook 就咁打大戰兩個字，咁就會見到個 page， 咁就、大家 like 下，咁就、我就會。俾唔同嘅資料嘅，俾大家睇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今集就講到呢度，下集就可以講呢個灘頭戰嘅。好，就咁啦，拜拜。